嘿嘿，画面之旅。季之睡衣派对，今天的主题是进取前夕，我们的日常。是的，我觉得刚刚应该把他们吓到了，就是本来是一个优美的，对啊，我 piano， 我想说，哎，你该不会又要乱唱歌？对，没错，但是然后结果就哎。我们就直接来了，直接来，我们都喜欢就是给大家惊喜的感觉，没错，就像我们今天啊，你今天都在干嘛？我们今天啊，练琴。练歌最好是，什么话讲出来、你应该是在练歌吧？没有啊，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吃东西啊，我嘴巴都没有停过哎、欸。啊，真的假的？对啊，想说今天晚上来聊日常哦，我就真的很日常啊。我今天就是起床之后呢，稍微整理一下，我就去看我奶奶。然后我们吃了一个痛风餐，我就跟奶奶说：“奶奶，我今天中午会回去哦。”结果奶奶买龙虾，对，奶奶说好会煮好吃的。我说：“好啊。”就想说：“奶奶可能要煮那种好吃的菜啊，就弄一桌的菜。”没错，就回去哇。因为我们家住渔港，然后现在就是那个龙虾的算产季了，没错，就现在就是比较肥这样子，没错。然后我爷爷就有去抓，因为我爷爷是渔夫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了一餐就是龙虾大餐。我其实蛮担心我的膝盖的，你的膝盖吗？对，奶奶直接贴两片在那边。然后想说那个龙虾的面积跟奶奶一样多，对啊，然后对，我想说，奶奶，你说要补，但这有点太补了。我觉得不愧是南方澳公主哦，对对 对, 对，我家住渔港，哎呦，不愧是。我今天吃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膝盖。还蛮重的，蛮重的，你痛风是不是？蛮重的，还没了，还没到那个状态，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对，跟奶奶直接借贴布。但然后就是因为最近就是饮食控管嘛，就是不太能吃那种太夸张的，是，所以吃龙虾就算是健康了，是，然后加青菜这样子，哦，健康哈、哦，蛋白质，太健康了，我是这么觉得的啦，可能就只吃这个吧，哦，真的、哦，最近啊最好一餐就这个。剩下就喝水。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最近我们准备要走红毯了嘛。对，只要你们走红毯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你在问我们吗？对啊，我们大家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不是一个团体吗？对啊，所以我就问呐、啊，问我们，你真的很烦呢、欸。不是因为。他会做什么？我们基本上也会做，除了也没做什么，除了谦哥有练鼓之外，其实我们也就是在做第二张专辑而已。对啦，就是、然后而且我还记得我们上一集怎么样？我们几乎快把所有歌唱完了，这样。对啊，然后这一集不知道要唱什么，然后这集完全没有唱到歌。没啊哦哦，这一集就听我们一直聊天，然后其实我们刚才弹钢琴都是假的。那都是一个，只是一个后面的背景音乐，所以其实应该这时候你可以继续讲话来帮你做个背景音乐。好，我其实有点难，我觉得你不能弹那种，因为你这种是有把字弹进去的，你懂吗？哦，那就弹那种背景音乐，对，就是类似这种。来，感性的，感性的吗？可是我没有什么感性的东西可以讲啊，我们好像人生都过得蛮幸福。哦，谢谢哦。对啊，不错吧？我们就是应该是说，不是说，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让自己回归到最单纯的状态。对啊，我们吃饱睡饱吃，这样还不够幸福、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单纯反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啊，这倒是。因为你看，比如说一般人写功课好了，我说单纯的写功课，可是手机放在那里，你就不会想看吗？我跟你讲，是骗人的。我觉得是时代的眼镜的不同。嗯哼，像以前还没有智慧型3C 产品的时候啊，对，我是会一边写功课，但是我旁边会偷放一本漫画。哦，真的吗？对，哦，我可能会偷放一本我很喜欢看的漫画，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小玩具。嗯哼，不然就是。偷组模型，神奇宝贝球，对，斗鸡仙，对对对，然后或者就是，像可能我妈，因为我在我房间，然后我在读书，然后我妈就会大概每10分钟的时候，
假看一下，假装敲门一下，哦、然后就是用那种比较是那种很妈妈爱着那个儿子的态度说，在干嘛呀？哦、在写功课啊、哦，关心你啦。他敲门是那种咚咚，对不对？他敲门就是这样。就是很有礼貌的一个敲门、哦、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欸欸、他可能其实是个密码，应该是说我来了你只有两秒，赶快收起来那些我不该看到的东西。哎、欸，你妈这样很好哎、欸，很仁慈哎、欸。我们家都直接开门的，你知道，所以我们那个动作哇之快啊。对，就是电视马上就干什么东西转掉了，干什么东西哦，马上就转掉了。在干什么？什么意思？没有，没事，没事。我选长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哎、欸、没事哎、欸，长大怎么样？没有。长大当音乐家，喂，长大做乐团，喂，蛮好的、啊，蛮好的、啊。你说我们吗？对，嗯，现在算过得不错了。对，所以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带给大家，因为我们最近过得很健康啊、为了要让我们的状态呢，在金曲前夕呢是最好的。对，所以我们过得非常健康。然后我们呢，也就是，其实说真的，我是紧张又不紧张的。我觉得我没有解释到。我觉得你在讲屁话，就是我紧张的是。这是垃圾话哎、欸，不是废话哎、欸。我们一直以来不都是在讲垃圾话吗？是没错，但你这个真的太废话了。我觉得我要。对，是哦，我们这边过了60秒，非洲那边就过了1分钟哦。好 ，OK， 我只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说既紧张又不紧张的感觉。Yeah. 是因为呢，我们其实呢。还是在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包括写歌，包括创作，包括专辑，其实都还是一样。但我紧张的是呢，那一天，嗯，我觉得10月3号我一起床的感觉、嗯，我就觉得我像在过生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又没有得奖到一块屏，不是，不是，你懂那个感觉？你真的很敢讲、欸，不是，我那种感觉就像是，好像你一定会走上去讲个几句话，然后拿个奖回家一样。哇，就是会有不断的有一种RAO 的那种感觉。嗯、可是你知道那因为那一天是礼拜六哦，我觉得那一天可以期待的事情就是不管怎样晚上一定都会去吃好吃的。没错，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应该会是我们未来的传统。就是只要有典礼，晚上就是会吃好吃的东西。没错，我觉得这可以，就是你知道，让我们得失心比较不会那么重。对，因为你一心只想晚上要选哪一间餐厅。没错。然后听说这一次的餐厅是虾，非常厉害，海鲜的餐厅，活虾料理。没错，我超期待。我们的工作伙伴跟我们说的，是活虾料理。对，希望我们可以吃到。希望我们那天就是可以，就是很放心的吃。没错。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活得健康一点，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带来一种。夜生活的健康版哦、oh, ，OK， 你还记得怎么弹吗？有点快忘了，等一下，我复习一下啊、哦，等一下啊、哦。看来没有很难啊，哎，自己写的歌果然没有太难啊。OK， 好，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写很难的歌吗？方便大家一起唱嘛。对了，我们歌其实不太难。我觉得我觉得唱都是算很好唱的。我觉得我到后面写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同乐。哦，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同乐，就是因为这首夜生活的健康版谦哥也有唱，嗯，对，所以那我们这首干脆给他唱。好 ，OK， 谦哥你来，你帮我们唱一下。我们要打拍子吗？好 ，OK。啊，那个歌词的部分你可能要自己记啦。歌词的部分，对，来，心痛心，来我帮你定 key。心痛虚设的时间，好 ，OK， 来。
分你我照亮在心间，夜已沉在心无眠，在巨大的伤悲皆已成灰。来，一起唱。如果你还没有睡，不过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就把誓言带走，换承诺不悔。如果你就是一切，如果我就是绝对。如果清醒是种罪，就让爱去蔓延，成为每个夜。但你们是在上网查歌词吗？对，我们需要打开一下我们的国际。就这样吧。OK。哎呀！哎呀！哎呀！健康版我记得是我们在一个非常高的35层的顶楼，对，拍的 MV 健康版。那一天无风也无雨。我、哦、那天真的是无风也无雨，我真的很庆幸。没错。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去拍 MV 的时候，因为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直播，然后那天超冷的，然后因为我们在那边拍 MV， 嘿嘿，亲爱的，健康版，健康哦，健啊对啊，那个是健康版，健康版，对，健康版没有直播，没有直播，哦哦，那是什么？嘿，你的记忆怎么了吗？我这是不健康版，那个是在我们没有出不健康版啊，就是正式的，那叫不健康版，我讲的是那不是不健康版吗？我们一直都没有说那是不健康版啊。哦，是哦，那是我觉得那是不健康版。你是告五人乐团的主唱吗？不是。哎，你是犬青吗？不是，因为有人。你是谁？不是啦，因为有人说哦健康版，那代表不健康版，所以我就自己就觉得哦，那我不来测那。但是因为哈瓜一直说不健康版的终于出来了。对啊，就不健康版了。然后我就在想说，不健康版有吗？有啊。然后我就说，哎，我们有吗？我们有打，这是不健康版吗？那个健康版的意思，你后来你觉得是什么？就是健康版的意思是指心里面健健康康。那原本那个版本是什么意思？可能心里面有一点受伤，那就是不健康啊。不是，有什么有受伤不代表他心里不健康，好不好？ Oh. 健康是一种我跌倒了我可以站起来。Okay. Oh. 这叫健康吗？那不健康的话就是我跌倒了就躺好，等一下我先躺着，就躺，我先躺着，来救我，拜托，快点，快点，不然我要继续躺下去，我要当废物，再见，不要理我，那种，然后这是那个好不好 ？OK， 对，健康版那天拍 MV 的时候无风无雨，那个直接让我们误判，哦，真的耶，让我们以为这个是哦，好像是那样子，很凉爽，对对，那天真的很凉爽，哎，很凉爽啊，我记得我们快到那天的一周年了。真的吗？对，因为现在已经十月，哎，准备要十月了。准备要十月了。对，最近天气也开始渐渐微凉了起来。对，爱在夏天还是要唱一下啦，还是要唱起来啊。现在吗？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接下来的演出，爱在夏天还是要唱。哦、对啊，没有啊，一年四季都会唱、啊。好，那我们要出一个爱在夏天秋后微凉版。我们现在已经，你知道《爱在夏天》已经出到我不知道这第几个版本，第四了。我们就很爱换编曲哦。然后就是出到最后，就是哎，这次要唱哪一个版本？对。然后就是那个咚咚咚大咚咚咚咚大咚咚咚咚大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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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然后就哦，好，那我知道了。对，然后我们最近的版本是直接开场开头的。对对对。啊，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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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就是也不会直接讲说，哎，是哪一个嘛？就直接把它唱出来。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不知就是那个新来的乐手老师就会有一点慌乱，你知道吗？就想说，哎、欸，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事？他刚唱的那个是什么？对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下我们的跟其他合作伙伴的沟通术语了。对对对、我们决定我们叫第一个版本，噔噔噔大噔大。我觉得你跟那个版本讲到、那个叫做《爱在夏天盛夏微风版》。
盛夏微风版不是现在这个吗？不是，盛夏没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是我们夏天的时候编出来的版本。哎、欸，那时候那个叫什么？那个是冬天的，那个是冬天的吗？对，所以那个是那个叫做冬天烈火版。冬天冬日冬日烈火版摇滚版啊，冬日烈火摇滚版。好，大家记住了啊、哦，冬日烈火摇滚版，就是你们之前听到的夏天，都是冬日烈火摇滚版。那正式发行的那个是什么？正式发行那个吗？嗯，正式发行那叫做青春无敌盛夏版，盛夏版，哎，这样吗？炎夏版啊，炎夏青春无敌版。OK， 对，我觉得可以，因为为什么会这样炎夏烈日这种的？因为老娘那天拍 MV， 拍了两天，我的脸就是黑了。然后大家看我，天哪，你怎么？我说没有，我拍 MV。他说你怎么拍一个 MV 完，所以那个脸就深了一截，然后还脱皮。所以以后我们还要问那个，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说现在带来这首歌《爱在夏天》。也不炎夏烈炎夏炎夏青春无敌版，然后你还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好可怕哦！我觉得我们会告诉我们越来越长，你知道吗？然后每次讲的那个名称都不太一样，不是？然后刚好讲错一个名称，就有谦哥进歌进错，进成另外一个版本，进成冬日烈火摇滚版。冬日烈火，我现在就快记不起来了。冬日烈火摇滚版是噔噔噔大噔嘟噜大噔，对，然后发行的那个版本，发行那个版本叫做《炎夏青春无敌版》，对，然后我们线下这个是盛夏微风版，是吗？我记得刚刚是这样，盛夏微风啊，是盛夏微风。我们看一下楼上的那个留言，我们看有没有留言把它记起来。吗？好，你们都没有记。那个是什么夏日？夏日什么？盛夏什么？是盛夏吗？对。盛夏，我记得是盛夏，反正就是一个夏天的版本。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的版本是秋天的版本，要秋天，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在我们的演出中带来。有人说我们那个 MV 的那个可以叫忘记防晒版，我觉得蛮好的。盛夏忘记防晒版，盛夏忘记防晒版，哎、欸，我觉得不错。对啊，盛夏有人说了，盛夏微风版啦，什么微风？盛夏微风版。OK， 嗯 ，OK， 那我们现在谈一个黑画面直播金曲版。我好混乱啊！OK。我要找和弦。OK。毕竟平常没有都在弹吉他。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天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熟悉的背影降落，那是花开花落日升日落的悸动，蓦然回首，爱在耳后。呀，这个版本是告人黑画面之旅第二季
知睡衣派，对，今天的主题是金曲的前戏，我们的日常版，我们的日常版，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天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我觉得名字好长啊，名字还蛮长的。你知道我今天是，我今天啊，就是因为我又看了稍微看了一下行事历，是，然后发现因为这阵子真的蛮忙的，对，因为就是专辑的东西嘛，对，然后就是要讨论啊，要开会啊，干嘛的，对，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哎、欸，下礼拜就金曲奖了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就，哎、欸，我其实下到这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没错，突然有一种，哇。已经一两个月过去了、欸，对，很快。然后，因为我们这一两个月不断在忙专辑跟演出的事情，然后还有把我们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呀、yeah? ，觉得是日子过得除了充实之外呢，也要感谢我们的歌迷一直陪着我们，就是走到金曲的前面。嗯，让我想起了那个怎么样？我们2018年的时候开了一场。2000多人的演唱专场，就是算中型的演唱会。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发片，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出，那时候只有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对，我们那时候只有发那个《迷雾之子》那张唱片嘛。对，然后我们就去给人家唱这个，然后还唱了22首歌，然后唱了一些没发行的歌。哎、欸，真的，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只有发行过4首歌，5首歌，5首歌，夏天披星加在一起、啊，然后还有那个迷雾之子那一张专辑，EP 嘛，对，然后那一天的歌唱了22首还25首，我有点忘记了，对，但就对，反正就超过20首。我那时候都在想说，我们是那时候我想认真的吗？现在想一想，其实蛮荒谬的，其实。真的很莫名啊，其实蛮莫名，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也蛮开心的，对。然后我永远都记得那天哈密瓜一下去的时候，那个七彩灯光好像砰这样打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嗯，那感觉真的是完全是不同的感受。对哦，然后我也在那一场的时候讲出我人生，可以化作我未来以后的经典的那个讲法啊，把你的眼泪给我。我觉得你知道，以后你可能老了、啊，可能大概50几岁，你就出一本那个语录，告人语录，披星戴月语录这样子，把你的眼泪给我。对对。书名就叫做《把你的眼泪给我》，不错啊。对，我可以帮你，就是标题就推荐。然后可能这个乐团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有非常多的版本可以拿来说嘴，蛮好的、啊，对不对？就你帮我下副标，帮你下副标啊，谦哥要。谦哥要写序哦，你是推荐人，推荐人，先写序。对啊，我们好像在想一些就是10几20年后的事情。对啊，就是哦，我们会就是可能在这个行业走上大概20几年，目前第三年。祖传六代，目前第一代。好的概念。好啊，就是没有，我们就是一个期许嘛，就期许自己说，哎、欸。我们就是会一直做音乐下去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做到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说，哎、欸，我们要唱到大家结婚生子这样子，对，承诺是不能更动的。对，然后后来他们没有一个人结婚，这样逼死我们。喂，不行，好不好？好不好？就是、如果遇到真的很棒的对象，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就是可以确定那个人是你这辈子可能都要走下去的另一半，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这样子。百年老店还差99年，笑死我！哎，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说，我会唱到你们结婚生子哦，然后我们就如果说我们的各个那个粉丝专业、官方专业，就上面可能有几万人。
这样，嗯，所以我们就促成了那几万对佳偶，哎，哇，你懂吗？那个如果说这个承诺实现的话，哦，我们就促成了那几万对佳偶，我们就去主持这样子，我们就会做一个就是，哎，等一下，我就问他们说，如果分手理由是我想继续听告五人怎么办？如果你们有财产上的纠纷，一律不干我们的事。就是对，一律不干我们的事哦，对。有人说要先唱到他有男朋友吧？哎、欸，我记得我们就有好几个哈瓜跟我们说，就是他在我们的演出之中，他们是一个人来，然后两个人离开，两个人回去，对，有够色，没有。然后 OK， 喂，没有，交朋友啦，交朋友好不好？但是到一起最后一起牵手离开也很多，我觉得那种感觉都是蛮美好的，对啊。对还好我们歌算祝福没有，我们歌很多都蛮悲催的啊。我想他们就是在一起在悲催之中找到一起连，我差点要讲同病相怜，不对，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怪，欸，我觉得是我们在悲催之中找到可以跟自己共鸣的对象啊，这个讲法好多了，同病相怜，什么难兄难弟，我刚刚讲一堆难兄难弟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喂，好 ，OK， 好，然后就是觉得，嗯，如果，嗯，你们，我刚刚讲那个比较，就是我觉得那个讲法太，不适合在直播上说，真的吗？就是类似什么，我们是一起在那个可能演出场地之中，就背上有好几个刀疤，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都是被受伤过的人、嗯，然后一起来我们的演唱会疗伤愈合哦，出去了之后就好，对，出去了之后就好，哎，我觉得这很棒，哎，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很棒啊，一个你知道吗？我想法，对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他们会就是写会私讯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会说，就是哦，他那一首歌在讲的真的就是他，然后我觉得很酷的事情，大家都会变成那些歌里面的主角，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也曾经是主角，在这些歌里面。对，就是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跟哈瓜跟米传达说，我们其实相处的是同一片天空，我们只有隔一只手机的距离。对，这件事情其实可能就那个时空置换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嗯，对，而且一下子。我们从一下子开完那场演唱会之后，嗯，你笑什么？没有，我是想到说，因为之前会有歌迷说，哎，我最近可能心情很糟糕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最近发生哪些事情，可能就是感情上或者是家里有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就有点像医生在开那个处方签，你知道？处方签是不是？就是哦，那你可以去听夜里五星，哦，就可以让你心里平静一点。对，啊，你听哈密瓜好了，让你开心一点。哎，你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是跟他们说，你去听那首歌，那首歌可以哭到底。哦，真的吗？就是我会觉得，你就是要把伤疤揭开嘛，物极必反。哦，然后或者是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你应该就像我们第一张 EP 讲的，对，我们迷雾之子 EP 讲过的。回忆如雾，雾即迷惘，欲除之必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伤疤揭开，好好的拥抱那个黑暗的自己。这件事情，欸，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服装设计系的嘛，是。然后其实我有把迷雾之子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主题，是。然后去跟我的老师是，就是发表了，发表。对啊，你几分？老师又说你在讲什么啊？我直接被打枪欸。对啊，我说，然后我就播《迷雾之子》的这个歌，我觉得老师不够专业。然后，喂，没有啦。做一个 project， 然后他就是要讲说，哦，就是比较感官上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有味觉上，就是你可能闻这个东西，你可能闻到什么，可能刺鼻的或者什么。是。然后我就做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小组，我们就有做一个就是类似雾的这样子的东西，对，没错。然后让就是用手去触摸，然后耳朵听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哎，你走的好前面哦。然后我就被打枪了。哦，老师差点被当掉，哎，老师还在原地了。喂，在呛什么？什么意思？我那时候以为老师会就是哦，你真的很酷哎，就直接被打枪。我那时候超失落。真的假的？结果没想到就是大家还蛮喜欢这首歌，就好啦，这是大家比较主观。你说迷雾之子吗？对啊，
我们真的非常久没有唱那首歌，我们来段副歌好不好？好啊。你知道为什么来段副歌吗？因为你主歌是忘记了。我觉得主歌很难唱。哦、oh, okay. 等一下。哎 ，keep on 的。Three, four. 五随之而来，随心泛滥。哦、oh, ，你在我身旁，不在眼前。我呼啸而过的车身和倒数的绿灯，全都是。然后我有跟老师说，老师，我有组一个团叫做告示，就是我稍微推宣传一下。我准备要呛你老师喽。然后我的老师就哦哦好，然后我就好，谢谢老师。我觉得你，我觉得你的自我介绍实在是太没有自信了。就哎、欸，我还把我宣传照放上去、欸他一定会以为你要告谁。你懂吗？就是一般一开始接触到这个名字，我跟你说有，他就说所以你要告谁？我说没有没有，他说你们是五个人，没有我们三个人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你要介绍的再更淋漓尽致一点。真的吗？可是感觉那老师很没有很不耐烦，很不耐烦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我放那个歌，他就有点不太耐烦。好，老师不专业。没有啦，开个玩笑。然后因为我觉得介绍东西介绍的淋漓尽致。五体投地的那种感觉、yeah. 就像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一样、哦、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解构我们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必须很了解这首歌之外呢我们必须好好的跟自己推销那首歌哦、那你推销一首歌给大家好了好我推销一首歌给大家、然后你还不能讲歌名对对你们知道花吗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种的花有一些花它散发着非常迷人的香气，有些花它是淡淡的，但它可以一直一直长存在你的周围，它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香气。我会叫那种花，它可能是小白花，那种很非常浓烈的香花呢，叫做红玫瑰，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不够特别，只属于你的花，有一朵花。但那时候那个花，我觉得我不应该把它归属在任何一个范围跟任何一种感觉，我们应该把它归属在你身上。那他可能就问我说：“为什么是归属在我身上？”对不对不是，你知道，就是这需要一个，就是一个来回式的，你知道吗？那霸王花，很臭的那种。我觉得你是懒人树，没有，就是没有啦，开玩笑。然后呢，这非洲凤仙花吗？然后我就你要问我。为什么？哦、为什么？我这问不下去。哦，喇叭花。因为你是喇叭花。不不，你什么鬼？好，快点啦！他说：“哦，为什么？”好 ，OK， 因为呢，你是最特别的，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我甚至无法形容这件事情。你就是那朵不具名的花。等一下，我先被我自己吐死。到底谁会这样讲话？那个会不会还没看书面资料就过了？过关。哦哦哦。哎啊啊啊我差点要讲那个三八阿花，但是这种事情实在太古老了，实在太久远了。到底谁会这样讲话？你啊。不是我。是你啊。我刚是一种那个情境式参考。OK。哎，当初我跟你唱歌，我是这样跟你说的。你跟我说什么？就是这样的讲法、啊。你还记得吗？我不记得、欸，什么意思？你再讲一次。不是，我们不是有说过，我们要先知道最夸张，我们再、我们再知道最细微的东西，最细微，你就知道中间值是什么，你就知道中间是什么。对 对， 对。好，我们刚刚是最夸张。Okay， 对，太夸张了，太夸张。我现在需要一个中间值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我都算是处在中间值。没有，你只是目中无人而已。我没有目中无人。对你只是我目中很多人哦，很多人吗？我目中蛮多人。你？对。哦，谢谢。好，你是其中一个啦。我觉得他
目中无人是一个很好的个性啊。什么意思？这一点都不好吧？人家说我很亲民呢。哦、你是很你是很亲民，没有错。对，他，我觉得我没有他对歌迷亲民，那是理所应当，因为我们很感谢他们。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我那对你目中无人啊。他有说甚至不理谦哥，屁啦，讲这种话，我不理谦哥。哎、欸，我之前还有送那个什么那个健身布朗尼给他、欸，哎，虽然那个是我真的，那个是你讨厌吃，然后你跟我说怎么办？我说给谦哥，然后就不是。谦哥，你觉得好不好吃？我有吃啊。你有全部吃完吗？吃掉啊。全部哎、欸。吃掉、啊。那个那么难吃，你吃完？不是，因为它很像。要健身啊。不是，因为谦哥家没有养猫，他们家的是养狗。对。可是我一直觉得那块布朗尼很像我们家小布点饲料的味道。你说猫饲料？对，可是谦哥觉得很香。我觉得还可以。他觉得很不错。对，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是年龄的差距耶。没有，因为那个黑布朗尼其实就是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对，高蛋白布朗尼。它不甜，它就是大豆做成的。大豆蛋白。然后因为那个谦哥他健身是真的健得很轻。对。健得很轻。是什么？不是，然后可能是他可能健身完然后很饿。他吃什么好吃？因为他不能就吃那种垃圾食物嘛，对，所以他如果只在这个时候其实直接吃一块那个布朗，因为他的分量就大概一个手掌的大小，对，其实吃完你会非常的饱、欸、有人说你是不是吃过猫饲料？我之前真的有吃过。我小时候也吃过啊。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小时候就去伸手去抓我家猫，那只猫叫咪咪，然后我吃它的饲料，然后它抓我，它抓那它抓我，结果我流血，然后我就哭，而那只猫咪就完蛋了。對對對，没有，是我白目，对，是我白目。那这方面没有完蛋了，反正就是，对，被骂这样。他没有完蛋，他只被骂。不是，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因为我都会喂罐头，你知道猫咪会喜欢吃罐头。对。然后反正有一个某牌子的罐头，它很香，真的很香，然后那个肉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一打开，我天哪，这怎么会这么香啊？对。然后我就。拿了一小块那个肉，对，因为那个看起来真的很漂亮，我就塞了一口到嘴巴里面。谦哥，你有吃过狗食吗？然后没有，我跟你说，其实猫罐头吃起来其实没什么味道，对，因为它不能有盐巴，它不能有过多的盐分，所以吃起来就是 就是肉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可是它很香，因为其实我也偷吃过，就是因为我给小不点买了一个那个什么罐头包。就是那罐头包是那种，就是有汤的，那个汤很香哎。对，有汤的那样，然后又有那个又有那个鱼的那种，然后那个里面的鱼呢，我看到它上面写说帝王蟹。你知道一只猫要吃到帝王蟹，对，是一件多奢侈？不是不是，老娘都没吃过。不是，它上面写帝王蟹，我想说，我打开，然后我就倒进去饲料盆里面。然后想说，哇哦，真的有哎，就那种红红的一条一条，就是蟹肉，它是蟹粉，对，我就拿起一块吃下去。我想说，小不点吃这么好，他爸爸都没有吃过哎。然后我就吃，哎，发现，嗯，很像那个火锅料里面会出现的那个红色的鱼板。你有吃过狗饼干吗？狗饼干有，狗饼干其实很好吃。我小时候吃过。天哪，好可怕！我们在跟大家爆料我们吃过哪些狗食料。告人集体吃狗食，好可怕。喂，谦哥，你有偷吃过狗饼干吗？我没有吃过狗饼干，但我有吃过自己的鼻屎，这样。好恶心！喂，不要吃，不要在这边爆料吃鼻屎。小时候吧，是小时候，在这边呼吁大家，吃鼻屎是对小朋友一个很健康的行为。吃起来不是，不，哎，我讲错了，不要吃鼻屎，好不好？会变笨。你知道我们刚刚讲什么？对，修蛋鸡嘞，修蛋鸡。你知道，其实在这个团体里面，最不受控的有时候是谦哥哦。对啊，他有时候真的是，你知道吗？他不鸣则已，但一鸣真的惊人，就是有时当谦哥就是那一天他突然很嗨的时候，一定是有什么试探开心。对，然后他克制不住。对，然后因为他处女座，他这跟处女座有什么？不是，有时候会想要试一些奇怪的东西，但我不会先说。然后，但我觉得如果他是在可控制范围的话，我会直接做。谦哥，谦哥，这样没有没有可以控制。谦哥，你做的那些没有控制，对。就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唱《新世界》，谦哥突然走到我旁边拍手的时候，我那一刻真的是很你有冷汗要冒出来，我真的冷汗直流。我想说，你知道吗？我转头过去，你在这边干嘛？团长大人，你要走到前面，我没有关系。
但谁打鼓啊？对对，但是谁打鼓？你这样感觉好像是我们的音乐都是用放的嘞。对对，你走到前面好像我们刚刚都在假弹呢，我弹的是蓝牙吉他那种感觉。因为新世界那首歌前面它是没有鼓的。它是 drum machine， 然后对，然后 drum machine， 然后原本我是在原本的我自己鼓的位置带气氛，对，然后但是进几场演出，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出去，不走出来，他屁股开始痒了，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开始坐不住，我就开始出去跟大家一起跳，他想跳舞，对，下次他就开始唱他爆那段了，不是，为什么那一 part 会那么紧张？是因为他事前完全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他没有跟我讲，他没有，他不是没有跟你讲而已。他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因为就连阿张都说啊，他站在那边干嘛？我们经纪人阿张，他在台下直接就比一个就是问号的手势，什么意思？他怎么出来了？对，那个意思就是，然后就想说，哇哦，我们以后哈，就是因为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谦哥放前面，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够大位，没有，不是舞台不够。舞台不够啊！我说我们还不够大，是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演唱会，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每一个环节。我们还是菜鸟，好吧？我们是菜鸟，我们就是菜鸟。出道三年而已，不要强求那么多啊！对，不是要求很多哎。不，我不是要求很多，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是，如果是在我们自己演唱会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把谦哥放前面，对，包括每一场都是，然后。就是像一些演出的时候，有时候谦哥在后面的时候，我想过去找他的时候，那因为我的导线又没有那么长，对，我就走过去。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最好笑的是，我导线不够长，然后我硬过去的时候，我的效果器被我像风筝一样拖了一排，然后对，我的效果器它一点都没有被它的魔鬼粘，根本没有粘好。的感觉，他这样被我拖了一排，我好像在放风筝，你知道吗？以后没有，不然以后让谦哥站 C 位，跟那个比较女团有没有站 C 位？谁站 C 位？谁站 C 位？然后我们就轮流站 C 位。对对对，然后我们练团练走位，然后谦哥打一打，还突然走出来练走位。没有，他走出来可以绕一圈再回去他的位置。然后没有，然后那个音乐还一直播，我们真的是用放的。趁着只有前面啦，模特兒在走T 台是不是？不行，我想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音乐没办法用放的，乐团音乐真的没办法用放的，一定要弹出來，真的没有 feel 啊，真的没有那个 feel， 真的不对，对。然后好，我觉得我们该唱歌。我们刚刚讲了一堆很白痴的废话。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们上一集真的唱了真的非常多的歌，对啊，所以我们这一集OK 啦，这样，因为这真的是我们日常。对啊，我们日常我们三个平常就真的消微那么多、啊，真的是就是风化就是这么多，消微你知道连消化，对连练消化，我们平常真的就是这么爱讲啊，对啊对啊，很吵，怎么办啊？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站上更大的舞台，比如说我们可能发到第四张专辑好了，对啊，假设我乱讲，就是发到第四张专辑，然后不是可能人家都是。唱大概三十几首歌，对，或四十几首歌这样子，然后我们可能唱二十几首歌，然后其他时间都在讲话。哦，也有可能呢，对不对？而且就安排一个，就是我们下去问观众们说：“你今天还好吗？你今天吃什么？”Oh. 你是看告人第几场？他如果回答第一场的话，我会说出去没有，我也开玩笑。Oh, 那 OK 好，我们烦下一位这样。哦，谢谢。我们必须应征连续看了超过五十场的人，五十场的哈瓜这样。喂，这样只会在摇滚区哦。对，没错。不行、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哦，我们可以就是哪一天我们可以有这个 part。嗯，你说这样乱讲话的 part 吗？就是像是在可能 maybe 在一万人、两万人面前。哦，开始讲笑话。没有，直接开画面直播，我们。我们之前有说过场灯哦，对，全暗，然后我们就开始黑画面，你只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哎，我觉得很棒哎！你刚刚前面说我们就是只有隔着一只手机的距离，然后我刚刚就想象就是这个钢琴的后面全部都是他们。哦，我觉得很棒。然后我就有一种哦，然后我想说在大，你那个哦哦哦不能太长，这个没有，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这可以变成是一个演唱会的一个桥段。就是哦，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可能哪一个歌，比如说哈密瓜，就中间那种最高潮的歌唱完了有没有？然后唱完之后，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小舞台就是慢慢的起来，对，然后我们就可能就坐着很悠然的躺在那边，不是，然后那个，然后就开始唱嘿嘿嘿嘿，画面之旅这样子，然后一唱完全场灯暗，对，然后我们那场还直播，
就是我们整场演唱会直播的地方就在 那里，然后都黑的，都黑的，对，然后一样，然后我们一样在那个这样的舞台上面冷消微，就是乱讲话，很不错耶，然后大家全部灯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目标，对不对？蛮好的，蛮好的。然后所有人都拿手机，然后我们也拿手机，然后就直接黑画面直播，但全场灯暗。等一下，你确定网络跑得快？我也在想，两三万个人突然同时看我们的直播。我会很开心啊，可是重点是跑不动啊。啊，真的吗？手机跑不动哦。对了，好了，那个时候可能十 G 了，有没有？十 G 了？现在是五 G， 现在五 G 新时代啊、哦，我还没换，对。可能之后就十 G。对，十 G。好可怕、哦。七 G、八 G 的时候，七八 G， 对，七八 G。好啦 OK， 不要再冷笑话了、欸。我们这样子随便讲一讲，就快要。11点了啊？什么？对啊，已经48了。为什么过那么快？对啊，快乐的时间总是飞快的过去。真的。其实我今天其实在，因为下礼拜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天，是金曲奖，然后我们这一次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最佳乐团、最佳专辑装帧、最佳录影带。没错。那也谢谢，殷正豪导演拍出那么感人的红。然后也谢谢我们设计师严伯俊，设计了这么漂亮的我们第一张专辑。对，然后不管有没有得奖这件事情啊，我们都会讲感言。对，你知道这个，因为这一定要感一下。我跟你入围其实是肯定，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乐团嘛，我们身为艺人，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你们给我们的掌声跟那些欢呼是最大的鼓励，也是最直接跟我们沟通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你告诉我说，哦，我觉得这首歌怎么样，我好喜欢这首歌，我的故事怎么样，什么什么，我觉得这都会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当你们在告诉我们你们听到这些歌的故事的时候，那是我们很感动的一刻、哦。而且我们会好好的阅读，对，我们会非常非常仔细的阅读这件事情，对，而且一定会就是想办法怎么回你，对对，因为你打太大篇，搞得我好像也要打一大篇就是回你，对，因为我突然说哦谢谢，这样，然后我就太敷衍了，对对，我只有讲谢谢很怪，因为我为什么每次看完我都会，我知道我都会过了大概一两天之后才回他，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脑袋想他。讲这件事情、我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可以一言以蔽之，对，因为我就是我不想要他们觉得哦你只是已读而已，就是真的不是、就是我是真的在想，哎，你发这一篇告诉我你自己的故事，你把你最隐私的东西告诉一个甚至是陌生人这样子，就是虽然我没有面对面讲过话，但你这样子告诉我就会觉得哦，那你既然都把这么隐私的事情告诉我，那我是不是也应该真的给你一些哦我的想法，纯粹我的想法，因为你是询问的人嘛，所以我一定回复你这样子。所以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桥，因为我们需要消化。对对，然后。紧接着下礼拜就是金曲奖，我们会在10月2号的时候完整的把我们的感言，对，如果上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讲那个我们发出去感言的那一篇，没错，你觉得怎么样？对，我们就会在台上把我们的社群平台刷开，然后照着念，对，然后照着念，对，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发表过了哦，对，对不起啊、哦，对，因为毕竟啊、歌迷应该是这么说，哈瓜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非常高，嗯，甚至是就是他是跟我们的歌齐高的，对，嗯，那会是我们第一位，对，那是我们在我们排名心中的第一位，那这种感觉呢？很像是认识几十年的朋友，你知道吗？嗯，就是明明我觉得告五人是年轻的乐团嘛，嗯，我们是成团三年，嗯哼，对，啊、谢谢我们的歌迷跟评审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成绩，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很努力，我敢说我们很努力在执行。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些唱片，我觉得我们非常有自信，然后也非常敢讲，就是。我们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这些歌，然后这些歌我们是会一直听，我们自己都很喜欢，就是真的我们很喜欢我们的作品，这是我们的孩子嘛，没错，对，我们真的很投入在这个上面、yeah. 然后跟你们的感觉很像是，即便你可能是第一次来听，我都会感觉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嗯，你知道就是每次这种都会有种哦网友见面耶的感觉，所以就是你知道每次开演唱会其实我都会非常
就是有非常强大的安全感。对啊，因为你就是看有种就是老朋友聚会，对，然后就开始冷笑诶，对，对啊，就是而且是什么都可以拉塞，就开始乱讲，什么都可以讲。哦，你知道吗？我今天吃了一个三明治，这样子。对，就是你知道那三明治多好吃吗？他加两片起司诶，这种的。对。好，白痴，刚什么？刚刚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好 ，OK， 这种感觉。熟悉。好，对，所以，我们并不，我们完全是不会去抗拒且畏惧我们在台上会发生的任何事情，那都是一种冒险。对，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到更远、更有趣的地方去冒险。对啊，因为我们还没有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哎，其实，我就不把那些。可能的名称讲出来。我们用塑造可能两万人的场啊，五万人的场啊，十万人的场啊，一百万人好不好？一百万人，谢谢。哦，所以就是可能黑画，因为今天是黑画面直播的最后一集。对，我们不知道。这就要第三季了，天哪！我们要看到第三季，我们居然可以看到第三季。我们来看几季好不好？对啊，就是。我们完全不会去预设说我们下一季什么时候，不然我们看开到第几季，然后我们对，结果我们金曲结束之后，马上黑画面怎么第三季就出来了？是直接想来累了是不是，你搞死自己，对，真的是搞死自己。我们接下来就要出，我亲爱的把秘密讲出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开始着手第二张专辑，要什么时候发了？我们会希望在2020年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礼物。然后一起度过很多艰难的时刻。Yeah. 对，我们会很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温暖，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很喜欢这份温暖，我们自己很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很棒哎。所以你们才会有感觉啊。那个，我记得曾经有位音乐大师说过，你要写出一个感动的歌，你必须先感动你自己。但不是自嗨哦，不是，对，也不是过度的自信，是你完全咀嚼完之后。然后你再听这些歌，你就没错，这是我吸收完的东西。对，那我把它内化之后，我呈现出来给你们。也许你有跟我一样际遇，或者是同样的感受。哦，等一下，我终于想到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跟他们有点老朋友的感觉？原因是因为我们也说过这句话，你可能跟我们有过相同的时空。对，所以其实你可能也是我，我可能也是你，没错，曾经的那一部分。Yeah. 既然我们都成为彼此的一部分，那希望。你下周在金曲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承受那种接讲人要讲说的紧张的感觉，我们可以一起紧张，我们可以一起失望，我们也可以一起落寞，我们也可以一起期盼在某一天的时候能够在一些很有趣的场合或者是我们自己衷心期盼的地方一起见面。我觉得一起失望一起落寞这种感觉非常好。对对，就是不论是什么感觉，它都是好，它都是一种值得纪念的感觉吧。对，我们还有五分钟。OK， 那我们来唱什么歌？我们唱新歌。哎呦，浅青老师金口开啊，唱新歌哦。那我们唱这个好了。我觉得蛮适合的，你懂吗？就是很适合我们最后一季。哦，这里啊，不是这个。OK， 这首歌其实是在写给过去的、未来的，还有当下的每一个你跟每一个我。运气啊，运气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没错，我们也无从掌握运气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身上，所以才会诞生出来这首歌。希望我们都可以努力的过着每一天，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失望，一起落寞，一起开心。这首歌送给大家。运气来的若有似无。他努力跟随自己的脚步。他努力解释经历的错误，把后悔去世的回忆不再有出入，生
么是绝对，什么是领悟。拥有成熟自主的态度，他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什么是迷惘，什么是无助。季节更替年轻的心，踏着红彩绘迹的河，肆虐后产生的荒芜，重新种下一棵棵树，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即便未知也不再无助，最终我们都站在同一处，记得来时方向的路，重新开始也不会踌躇。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祝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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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拥有自己的国度，他终于看见理想的额度，这一切其实不太严肃，只是遗忘了认真的付出。什么是岁月，什么是旅途。谢谢大家，我们是动物人，我们下周金曲奖见，拜拜。好，林先生，我们想办法关掉。好，是的，好的。我觉得我们越来越会喷垃圾话了。在干什么？好厉害！